好，各位大兄弟们，这里是币圈老韭菜。今天啊，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天，主要是我们的 LeakDAO 的 IDO 正式已经启动了，是北京时间早上10点，现在差不多卖掉了28000个 Leak。那我自己肯定要自己支持自己一把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那个，先大家说一下这个 LeakDAO， 之前也说过一下，对吧？你们可以看啊。反正都是在链上，所有的 IDO 的钱都会用作流动性。流动性的话是 LeakDAO， 流动性的话是那个目前融的话是零点，一个 matic 等于10个 leak， 就是说你有10个 matic 就可以买100个 leak。流动性的话应该是一个 Matic 只能换5个 Leak， 会这样的一个比例放到池子里面。而且上的那个去中心化的锁呢，也是我自己的一个 Exchange， 所以说应该还是比较稳的。好，那主要我们是看一下那个我的 Leak Token 在 Polygon Scan的持有人，对吧？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做一个 LeakDAO 嘛，做社区嘛，所以持有人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有11个 address， 啊，有很多大兄弟，有人买了10000个，非常感谢。我们的 IDO 的这个钱包是在这儿啊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钱包，对吧？是这个钱包，应该是。对，应该是这个钱包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钱包，好吧？这里面的 balance 就是472001，应该和这个是一一对应的，对吧？472。然后就是这里面获得的钱，这里面的 matic 我也不会去动它，对吧？就是这个 smart contract 里面现在有2800个 matic， 当然会全部作为流动性。大家可以去那个去观察一下。好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自己的项目方我其实也没有币的，对吧？所以我要买一点，因为是为了方便后面参加流动性挖矿嘛，所以我自己先买一点，买500个 matic 吧，支持一下自己。对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买。你首先现在在那个 matic 上面。你可以看到我这个钱包里面有1400个左右的 Matic， 对吧？然后你进入 Homepage， 你点这个 LeakDAO 的 IDO， 或者直接点左边有一个 IDO 的 Section， 点这个 Section 就可以了。然后是 Participate， 首先是要在马蹄和 Polygon 上面，然后你的钱包里面必须要有 Matic， 对吧？一个 Matic 呢就等于是10个 Leak， 一个 Matic 等于10个 Leak， 我买500个。主要是为了以后能够挖矿，所有的钱现在基本上都是锁住的一个状态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只能通过 IDO 啊才能进行挖矿，然后挖矿开启之后呢，会对前期的一些支持者呢进行一些空投，对吧？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节奏。啊，当你 buy 的时候呢，会弹出窗口，对吧？你要买500个500个 matic， 对吧？要买5000个 Leak Token， 这边的话，我快一点的话给2 confirm。有点慢，最近 Matic 有点慢。Buy Token。然后我们好了之后还没成功啊。稍微等一下，好，成功之后你可以看去 Polygon Scan 上面去看这个 transaction， 应该是成功了。我买了500个 matic 的 value， 对吧？然后有5000个打到了我地址上。大家可以把这个 token address 呢，应该是这个，对吧？ smart contract 地址，对，应该是这个 copy 下来，然后放到钱包里面。打开你的小狐狸，在这边有个 asset， 就
这边 add token 把这个加进来，是 leak， 我应该有5000个，对，我应该有5000个 leak token。行啊，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演示啊，并且我先买5000个，我们自己支持一下，然后后面开投矿的时候可以参与挖矿。还有就是我们的项目也是刚刚启动，对吧？需要很多的能人异士啊，就是如果你有兴趣想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社区，这是一个社区的项目啊，我只是把一开始一些怎么把代币分发出去啊，把那个生态给做起来，对吧？到未来的话都要靠大家。如果你有兴趣，特别我们是需要那种会宣传的人啊，我们需要会宣传的人。当然如果你对这个项目特别看好，欢迎你进入理事会。我们一开始会选5个人进入理事会，然后这5个人呢会来进行决定啊，这个代币的方向是怎么样。我们的那个 governance DAO 的那个论坛我们也在做，希望把这个做出来之后呢，大家就可以参与投票，接下来这个 leak 的方向怎么走。好，再次感谢大家，这里是币圈老韭菜，这个视频我们就做到这儿， peace。